我提醒你的事情你千万要注意啊。嗯，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随时可以跟我联系。谢谢你啊聂医生，等我恢复美貌了我一定送一个大大的锦旗给你，上面就写着妙手回春驻颜有术八个大字。我呢你不需要好好谢谢我吗？锦旗一般都是送给医生的，子悠姐你又不需要。是啊，送给你干嘛？你挂哪里啊？你有地方挂吗？哎，子悠姐，你现在还单身吧？要不我送个男朋友给你吧？我们公司好多单身的优秀男孩子，等我脸恢复了，我回公司好好给你物色几个。好啊，帅吗？有钱吗？嗯，真的啊。刚开完刀，你就不要一直说话了啊，让伤口恢复一下。康总，你也是。不要去打扰别人了。就打扰，我在关心病人，好吧？姐，还介绍吗？介绍啊，又帅又有钱的，为什么不介绍给我？哦，他，好了，术后真的要少讲话。怎么了？你男朋友介绍完了？对啊，简单介绍一下，我觉得不太行。我现在标准很高。大家说好久没见了，然后今天手术很成功，所以想住我去一下。你有时间吗？我有时间吗？哦，我刚刚有朋友说要介绍女朋友给我认识，所以我可能没有时间。忙？不是，哎，开玩笑的。地址已经发你了，自己过去。